上台接受颁奖获奖学生这一刻很荣耀。我们的小朋友在我们慈济的陪伴下，能懂得知福惜福跟造福。我们开办这个新雅奖学金以来，让孩子有机会也可以来接受我们对他们的肯定。以孝敬过功课进步为鼓励，新雅奖学金让学生了解爱的善效应，把慈济的大爱精神，把它。把这个触角把它延伸到校园里面来照顾我们在学的小孩子。希望学生透过这个奖学金，能够增强他的自信心，把孝亲这工作能够做到，可以帮助更多人。然后再抓土进去。得奖学生也亲自种下树苗，往后人生将有志工爱的陪伴与灌溉。大爱新闻郑宪美志工屏东综合报道。